我亦都睇到咧，部門嘅安排咧係好多係好精心設計咗啊，喺每個環節咧係盡量減少一啲程序上嘅喺陸路口岸咧，同埋另外其他口岸咧，我覺得咧呢一個人數嘅總安排咧都符合到個需求啊，因為29咧仲係有一啲名額咧可以大家去預約，會密切留意住。在整個通關過程裏面每日的情況的，我們會是如果有什麼問題要處理就即時處理，而且也都是看著個實際運作，我們會跟深圳市政府、廣東省政府和口岸辦的同事是密切留意，看看在過程裏面我們除了有什麼其他的調校以外，是看看我們什麼時候可以進一步去檢討一下個人數安排和口岸安排嘅。